大家晚上好，我们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的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皮慢慢的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周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用这个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然后我们就来สบาย สบาย的坐。สบาย是静坐的核心。สบาย包含了两个方面，就是身体สบายกับ心理สบาย。如果我们的身体感到สบาย，我们的心里也比较容易跟着สบาย。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里感到สบาย，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สบาย。所以互相影响哈，我们现在就先来以自己感觉轻松สบาย的坐着来打坐，腰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也都可以。现在我们先不管坐着好不好看，庄不庄严，我们先以轻松、สบาย为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坐下去了，我们感觉没有勉强的，而感觉这样做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臂麻痛，这样就可以哈。我们都没有给自己太大的目标，一定要调到100%的失败，不一定啊。我们先让自己感觉没有勉强的，这样就可以。然后，如果
什么时候哪里感觉有酸痹麻痛的感觉出现，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没有关系，慢慢来，慢慢调整。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我们来扫描一遍就好，调整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轻松、失败，慢慢来，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整个头部都放轻松。如果哪一位有感觉头部有重重紧紧的感觉，现在我们就调整一下，把它放轻松，失败这是包含了三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轻松舒服，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我们完全都没有赶时间，我们也没有感觉静坐很难，因为我们只是来坐着休息而已，所以就请大家失败失败的坐，头部放松，颈部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我们全部都放轻松，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腰部、脚部、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全身都放轻松，毫无用力，毫无紧张，感觉很失败，很自在，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身体就变得很轻，感觉很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现在我们体内感觉是空旷、通透、轻松、สบายกันเจ๋หันสบายรันโฮมันเคยป้าวมันตัดสินอันฟังใจ身体的中央点身体的中央点就是我们心意的家，我们都没有紧张。现在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心越静越定，舒服感越来越增加。现在感觉不想要什么东西，感觉能够把心安放在这里，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如果哪一位还想意念一个所缘，我们也可以意念看看。如果哪一位想意念到一颗圆圆的月亮，也可以。圆圆的月亮就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感觉轻松舒服。如果哪一位还想还想默念声号，我们也可以轻松舒服地默念什么阿拉行的声音，什么阿拉行，什么阿拉行，什么全身都感到轻松，สบาย
画面，我们就意念到圆圆的月亮。我们的心也可以默念萨玛阿拉汉的声音，慢慢来，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宁静、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醒醒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只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才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า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โตเต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洒脱。弟弟哈，他前几天啊，他有讲到他的妈妈啊，他就那时候他还是给啊新出家的比丘听，然后他就讲了有关他的妈妈，他说今天呢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为什么呢？在前七个月我母亲死了，那个时候虽然我是一个很爱修功德的人，我是一个很爱修行的人啊，然后我常常打电话跟我母亲讲我修了什么功德，就把功德跟她分享，总有一天她不在了，我也不知道我要跟谁讲这些话然后她说她也有看到这部经她感觉好像那个波斯匿王的那个感觉跟她差不多，他说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七个月，但是有比较好一点，但是好像还有一点点感觉藏在里面啊。本来比较容易微笑，比较容易跟师兄师弟怎么样呢，跟他们聊天，但是现在就变成哦，好像不是想做那些事情啊。好，我们继续看啊。就是当刚刚所形容的出现了就怎么样呢？大王，这被称为未听闻一般人被有毒的，这叫做仇吗？仇见仇见赤川，他突然折磨了自己，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失去了所爱的人事物就已经痛苦了，对吗？就好像我们被剑怎么样呢，刺到自己的身体很痛，就痛一次了，但是你 晚上也在想又来了一个，就刺到自己的身体，明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又来了，所以他每一天都有很多剑怎么样呢，就刺穿了他的身体。是谁折磨他？是自己，因为每次想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痛苦啊。终于什么利益而我是老法未跨越老啊，应该常常被女子或男子或在家者或出家者审查呢，意思是说所有的人是应该审查这一点。如果在年轻时有年轻的陶醉，他以其仅有的陶醉而以身行恶，以恶行恶，以义行恶，意思是说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年轻的时候呢总有一天也会老也会死，他就利用了他青春的时间拿去做什么，去造恶业，以为是没事的但是当他可以常常观察这一点怎么样呢，这他就比较不放逸了所以呢终于这个利益而我是老法未跨越老就是如果你常常观察到这一点，这是对谁有帮助？对自己有帮助的这个是老法对吗如果我们其实它这部经是有重复的，它只是改变龙屁画黄色的部分，就看到我们换了什么病，还有死，还有什么呢，我们与一切所爱的总有一天都要分离而且最后一个就是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业，每一个众生都有自己的业
那位圣弟子像这样深虑，非只有我，一个是老法未跨越老，一切众生都是怎么样？一样，了解吗？一切众生都一样啊。当他常常这样想之后呢，他就会很努力用功的想去做什么呢？去断烦恼。所以这个是要常常想、常常思考的。所以我们南传佛教每一天晚上都会诵这个就是五相我们总有一天一定会老的，还没有办法跨越这个老然后病死等等，这些五种不能被沙门婆罗门天魔犯或世间中任何者得到的情况这里非以忧愁悲戚而获得微少的利益，这是什么呢？你为这些虚难过会得到什么利益吗？没有，微少的也没有。所以当人，我们所爱的人事物，当他离开我们了，每天都哭，每天都感到很悲伤，有帮助吗？一点点都没有帮助好，我们往下看，这边黄色的，如果了知这个目标不能被我或其他人得到，什么叫做目标？目标就是刚才讲过的五种，就是老病死那些然后呢，不悲伤，能接受，应该努力工作，想说，如今我在做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一页，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接受，你要懂得接受。如果你不接受，你还是有一点骗自己说他还没有走，他还在。那样子的话就像什么呢？刚才讲过的那个箭头刺穿了自己折磨了自己。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把自己剩下的时间拿去做有利益的事情第三个就是什么？这边问说，如今我在做什么呢？就是要反问自己说，我们是不是活在当下？那我在做什么呢？了解吗？比丘们有这四种非圣遍求，哪四种呢？某人自己是老法而去求什么？老法什么意思？我是老法，他是我的依靠，那个人是我的依靠，我没有他的话，我一定会死去的，自己会老，他会老吗？他也会老。佛陀说他是什么？非圣遍求，不应该去求，听懂意思吗？不是圣者该求的事情。对对对对对，了不了解？如果是依靠的话，他应该是永远都在的。但是我自己是老，他也是老，那我怎么可以请他为我的依靠呢？病法、死法、杂染法，杂染法是什么？还有烦恼，我自己有烦恼，那他也有烦恼，懂意思吗？我们还是请他我没有你的话，我一定会死去的这些都是怎么样呢？圣人不应该去求的，了解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常常反省的。我是老法未跨越老，我是病法未跨越病，我是死法未跨越死，我会与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这个要划重点你所爱的无论是谁，无论是所爱的什么东西，总有一天他一定会跟你分离。凡我将做的业，
善或恶，我将成为其继承者。就是说你今天中了，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出现在你身上的。今晚努比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